在，尊敬的卢军宏台长将为我们当场看图腾解答问题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喜我们尊敬的卢军宏台长。好，因为呢，昨天呢有11个人呢，本来抽到号码了，但是呢，他们没有看图腾下午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他们就先给他们看，好，你先说吧。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。谢谢，说吧。台长好，我是86年属虎的，想请您帮我看看图腾的颜色以及有无灵性。86年属老虎的是吧？嗯。哇，小姑娘很凶啊！这个老虎吃老虎啊！我跟你讲啊，爸爸妈妈很宠你，明白了吗？是的，是的。我告诉你，第二，你自己呢，就是小时候不大肯吃亏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对，台长说的对。太对了。你想看什么告诉我。我想看看我身上图腾的颜色还有有没有灵性。你这个老虎颜色稍微有点偏深，所以稍微穿的颜色深一点的话没有关系的。 好吗？还有看什么。那我有没有灵性身上。你有啊。有啊，在你这个脖子颈椎这个地方。对的，我颈椎经常痛。其他的还可以。小姑娘你要记住啊，你的眼睛有点问题啊。是。而且眼睛现在越来越干湿，而且你的咽喉部分经常咳嗽啊，咽喉痛。对，太对了，我眼睛最近一直很干。然后台上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。你没有多少，你念27张小房子就可以了。27张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记住啊，你要是好好念的话，你可能还会有个新的工作。你现在对这个工作呢不是太满意。对的，不是。台长您说的太对了。但是也不能老换呐，小姐啊，听得懂吗？对，好好念经，换一次嘛差不多了。感恩台长。台长，那我身上黑气多不多？黑气是吧？没有太多，就是在腰部上有一点。所以你的腰不是太好。对，我腰不好，坐着久了，然后晚上就躺不下去。站起来的时候，躺下去的时候，所以我劝你应该还是睡个硬板床吧。好的。还有，你现在结婚了没有啊？结婚了。结婚了，你跟老公啊，经常话少说，事多做，明白吗？因为你的命很硬的。他在不在啊？在。哎呀，那他在是吧？没问题，你们相互弥补就可以了。不能讲。台上我这样能要小孩吗？因为感觉什么时候要比较好。你属什么？我属老虎的。你老公呢？老公属什么？他83年属猪。猪跟老虎是吧？你们6月份。6月份。我看你们要稍微早一点要孩子了，听得懂吗？没有关系的，台长指着你换工作，可能就是你生完孩子会找到另外一份工作。感恩台长。因为我经常那个会从小到大胆子都非常小，然后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很紧张害怕，也不知道在怕什么，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。怕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什么，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，在你的腰部上有一些灵性，还有你妈妈生你的时候，就是几乎每天吃一条活鱼，现在我看你腰上都是活鱼。听得懂吗？是的，是的。感恩台长。
还有台长，我到泰国，从马来西亚到泰国的第二天早晨就收到我母亲的短信，发给我了过世外婆过世的时间，但是她不知道我来参加法会。然后我问她，她说短信发错了，所以想请您帮我看一看过世的外婆。她是叫张佩贤，弓长张，佩服的佩，贤能的贤。什么时候指示的？2012年4月份，是女性。哎，外婆会男性的？废话。张佩贤是吧？对，张佩贤。看到了，小结节的人，个子不高。对对对，他个子头发往后梳的。没错。眼睛倒蛮大，眼睛下面有个眼袋。没错没错，他有眼袋。看到了，我告诉你，已经在阿修罗道了。不用，好嘞，继续念吧。谢谢。下去。好，谢谢台长。